我呢给模特用一下吧。嗯，好。但是呢，产生气泡的粘凝胶不会流动，涂抹的瞬间马上就贴在牙齿上了。嗯，上下牙齿表面还有大牙和臼齿的内面都仔细涂一下吧。哦，好，下面我们只要把它咬在嘴里就可以了，对不对？啊，对呀，就是戴在嘴里等9分钟就行，因为我们的模特也那个涂抹好了。 美白剂，所以呢，把这个美白仪戴上吧。哦，戴好了，好方便，方便真的。哦，对，就戴上吧，因为我们手两个手都没事干，所以呢，戴上这个得。